位在洛杉矶东区全新的大型的广场，在9月19号，今天是正式开幕了。而主办方大手笔举办庆典，在上午剪彩仪式上头，请来了醒狮团为商家舞狮，希望博得首日开业的好彩头。休闲广场在今天上午举办开幕启用庆典，邀请不少当地民选官员出席剪彩。活动上为了替商家博得首日开业的好彩头，主办单位请来醒狮团一一进入每个商家舞狮。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东区华人啊最大的一个商场，终于经过5年的努力了，我们完工了啊！今天是开幕，各方好友通通都来，嘉宾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有吃有喝，吃喝玩乐就是男女老少通通都招待到了，照顾到了。那个在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在不断的在把这个中间的 courtyard 再扩充到最好一个休闲的地方。所以我敢讲，我们几乎在美国要找到这样子的最好的给华人休闲的地方呢，我们大概应该数得上数一数二了。我们这个地方呢，不断的都会有当然做生意嘛，我们现在目前呢是满额的状态，但是呢各行各业我们都欢迎他们来参观登记，如果有空位或者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通通都会通知他们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位在60号公路 Nogales 南向出口的东方明珠休闲广场，占地6.5英亩，号称是最具魅力的东区首选商圈。经历了4年的新建，在日前立体停车场完工启用后，目前有将近90%的商家进驻。内部的商家有餐厅、KTV、世界级规格斯诺克球台场地、律师行跟保险公司等。晚间举办的明珠之夜晚会节目上有知名的歌手以及西洋乐团演出，并有精彩的内衣秀表演。中央电视采访报道。